还告诉你手机定位系统现在也能够抓到贼。在台北市，一名女性工程师上个月21号在台大醉月湖包包被偷走了，里面有 iPhone 4手机和现金等等的贵重财物，而她立刻向朋友借智慧型手机下载 APP 定位系统，结果就查到遗失的手机位在信义区，而警方也前往查看，真的是揪出了这个窃贼。